开机，已为您打开空调。你没听错，一声令下，机器立刻打开。天冷，懒在被窝不想移动，温度也能调节。您有什么吩咐？降低温度。路牌新型冷暖机抢懒人商机，声控就能操作。日系大厂也不甘示弱，推出自动洗净免拆滤网，搭上这个懒人商机，就是说它一键按下去之后，就会自动的帮你洗冷气。整个冷气表面结成厚厚的一片霜，把灰尘霉菌洗净，省去滤网拆洗时间，但价格可不便宜，要价3万以上。一起就安装好就一起用就好，就不用再用一个暖气这样。冬天暖气也可以用，因为现在温差越来越大，冬天会变比较冷啊，不像以前冬天没有那么冷。不少民众透露，天气冷想买冷暖机型家电，暖商机提前开打。业者也坦言，原物料大缺影响，暖气类家电买气增，机器也缺。比较高级的机种，比较好的机种，大部分都是缺货的现象。以目前来讲的话，有的都缺2-3个月。换句话说，就是现在不买，交货时间会延长2-3个月。不止大型暖家电夯，小型暖气机销量也增加。陶瓷式桌上型蒸暖机放在床头或是办公桌，方便取暖，还能维持湿度。另外还有多功能暖烘机，暖鞋、暖被都可以。预计今年比往年销量都增加。保暖型的小家电的整体买气和询问度都较往年提前了2周就已经涌现哦。另外，过去流行的煤油炉，电器工会理事长也预估，油价和原物料等影响也可能带动成本。各式暖气类家电推陈出新，民众下手前可得精打细算。TVBS 新闻徐国恒、江敏汉、张慧贤新闻小组台报道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